那音节划分五步骤，也就是现在要教你如何划分音节。来，第一个，首先第一个步骤叫找母音，找母音。第二个步骤叫母音往前找子音。跟发音的步骤很像，母音往前找子音。那第三个步骤，找到子音呢，形成拼音。找到子音，形成拼音。就算一个音节哦，找到子音形成拼音之后，就算一个音节。那如果找不到呢？找不到子音的话，就要自行发音。然后呢，自行发音就变成自己形成一个音节。自己形成一个音节。那第四步骤，你找到这些子音、母音，然后形成拼音，你第四个步骤就开始要慢慢检查了，也就是母音的前后。母音的前后呢，最多要三个母音啊，算三个子音，最多三个子音，不可以超过三个，因为超过三个变成你的小孩太多，你照顾不了，你就要变成送给别人，送给第二个母音让他照顾，这样懂吗？所以一个妈妈顶多最多就带三个孩子，OK？所以母音的前后最多三个，那最后一个步骤就是拼音，把它你所有的音节画完了，然后呢，母音、子音都找到了，都各自的孩子都分配给各自的母音之后，就是把它拼音，OK？拼音。那老师举例，老师把它写在。这上面，老师举例，首先先举例多音节的，啊不单音节的，来单音节，单音节，这一个，它的中文叫直的。来，老师教你怎么拼音背单，拼音然后划分音节。来，我们看到一个单字，我们先找它的母音，对不对？第一个步骤找母音，它的母音在哪里？A 跟 I，对不对？A 跟 I，但是你看哦，你对照它的音标，它有几个母音？只有一个，所以这个时候 A 跟 I 它只有一个读音发 A，对不对？上次有讲过 AI，这个时候只有一个读音发 A，这个 E 的音标发 A。那找到母音之后呢，第二步骤要做什么？母音往前找子音。来，母音往前找子音，它子音有几个？有这一个，对不对？R，然后还有 T，还有 S。来，母音往前找子音，找到子音形成拼音，算一个音节。对不对？那如果找不到子音的字形发音形成一个音节，那母音的前后最多三个子音。来，我们直接看到第四步骤，母音的前后最多三个。来，这个是不是母音？前面最多三个，是不是刚好三个？前面三个，
是不是？对不对？那 GH 在这里有没有发音？不发音。那母音后面也只有一个子音，所以呢，这四个子音都归这个母音所管，也就是这个母音所带，这个妈妈要带四个子音，对不对？因为他说母音的前后最多三个嘛，是不是刚好三个，然后最后一个，是不是？所以来，我们就开始看音标 ，AI 发 A， 发 A，TR 发 tr，tr， 所以 tr a t trait， 然后前面的 s， 所以直的我们会发 straight，straight， 直的 straight。那这是单音节，那双音节呢？来。双音节，举例这一个单字，来，这个单字叫忠告，忠告。那它怎么读音？来，我们首先一样，第一个步骤找母音，母音在哪里 ？A D V I C E， 母音在哪里？在 A 这里，对不对 ？A 相对的音标里面是不是蝴蝶音的 a？ 所以找到母音之后呢，往前找子音，可是它前面有没有子音？没有。那没有子音的时候，就变成往后找子音，有没有子音？有，所以 D 就属于 A 的 ，C 要跟着 A， 对不对？所以这个时候这里就是一个音节了，对不对 ？A D 一个。那接下来我们又看到 B I C E，I 是不是母音？它的音标对照发 I， 对不对？发 I， 所以。一样，找到母音之后呢，往前找子音，这时候有没有子音？有，所以 V 也是归这个 I 所带，所以 V V 这个 V 发什么 V 的音 ？V I V， 这个时候 C E 是有一个读音发，我们看啊 ，C E 发，你要记得哦 ，C E 在字尾通常都会发 S 的音，所以 V。Eyes, vice。那这个时候，这又是一个音节。所以你有没有看到？你有没有看到几个音母音就几个音节？所以这有一个母音，这有一个母音，所以是不是两个母音？对照音标是不是也是一个母音，两个母音？所以它有几个音节？两个音节。OK。那这有没有问题？没有的话，我们继续看到，来，什么是重音？重音呢，也就是两个以上，两个以上的音节时，需要什么？给它标点。也就是重音符号，那重音符号怎么表示？长这样。来，我们先看到下面这个 B 的这个 about 关于这里，这一个呢就是重音符号。那重音符号类似中文的。一声，来，我们再举例一个，这个呢叫重要的，
这个单字叫重要的。来，我们一样来看它怎么发音。来，母音在哪里？母音有几个？有 I， 这里 I 一个，然后呢 O 一个， A 一个，所以我们可以发现，来对照音标，这里有一个母音，这里一个母音，这里一个母音，所以我们知道这是一个多音节，它有三个音节。那我们找到母音之后就开始找子音，来，它前面有没有子音？没有，往后找子音，所以 I am 是一个音节， I am 一个音节。那来看到一个音节之后，来看到第二个母音，第二个母音它前面有没有子音？有，所以 P 跟 O 结合， O 后面有没有母音？有没有母音？没有母音。有没有子音？有，所以 R 也跟 O 结合，所以 POR 是一个音节。那有没有看到剩下落单的音节？落单的子音就是 A 所管，所以 T A N T 一个音节，所以总共有三个音节。那要怎么发音？怎么拼音呢？来 ，I 发 E，M 发 M， 所以 im 第一个音节发 im， 第二个音节 P 发 P，O R 我们会一个读音发 or。所以第一个音节跟第二音节叫 import， 那最后一个音节呢？来 ，a n 发 n， 有没有看到 ？a n n，t 发 t n ten， 然后后面又一个 t 发 t， 所以最后一个第三个音节发 ten， 所以整个音拼起来重要的叫 important， 重要的 important。 那你有没有看到重音在这里？所以这里要怎么读音？ I am 发 im， 有没有看到重音在 P 的这个地方？所以这个 P 要发中文的像一声一样 po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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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po， 所以 po， 所以 important。有没有看到重音 important？ OK， 有没有问题？